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十四节，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，又将腰带卖与商家。所以原来现在你看回一件很有趣的事实，就是原来当我们找到 Master of 世上所有的 Secret 的时候，就是原来全个世界都是成为这个辛苦的盗墓的话，那你用这个盗墓塑造辛苦的这份的心意和过程呢，你就会解释到世上所有的不解之谜，是吗？无论我们所讲的关于宇宙之谜啊，我们甚至现在讲到不单止世上所有共同信息啊、十王啊，甚至现在我们讲的曼德拉效应啊，你发不发觉根本这个世界都没可能解得到，因为它就算怎么解它都解不出个意义嘛，它解出个效应，它解不出个意义，为了什么有曼德拉效应啊？为了什么会有三个海旋门啊？为了什么香港会被建立咁多共同信息？为了什么啊？它连为了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呢，咁佢身为外邦人嘅时候，对佢有冇任何意义呢？弟兄姊妹，冇噶，佢完全唔知呢啲有乜嘢任何意义咯。九二三嘅信仰巅峰，咁一个唔信主人有咩所谓信仰巅峰啊？在佢嚟讲有咩意义啊？所以譬如好似如果你睇翻，譬如净系九二三咧，可以话喺网络好多人都觉得九二三呢个数字好神奇、好怪异、好特别，喺好多地方都揾到，但系完全唔知佢有咩意义噶嘛？我就系讲紧呢样嘢啦，就是、原来咧，箴言去到呢一节嘅时候咧。去讲出一个好大的转捩点，就是什么转捩点呢？这个转捩点有什么重要呢？就是原来我想给你知道，如果你身为五旬识士只是想着呢拉在自己间教会，在这四埲墙里面去侍奉这间教会啊，带人信主啊，恩赐运作下、做个牧师去牧养他们啊，同你是跳过这一个步骤，知道全个人类历史都是 support支援你去成为辛苦是不同的。而家譬如举个例，在石安我们当中的五旬即时，我们所知的东西，我们所理解的东西，是不是完全超脱了一个完全不知道共同信息、不知道历史的一个所谓全职的人？即是说原来侍奉者去到最后的时候，你是跟这个创造的主的认识的层面呢，是完全有一个超脱的领域的。而这个超脱的领域一直呢，神在旧约里面都一直用圣所或者圣殿去讲解这个秘密出来。而事实上去到这里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神会将言苦篇摆在箴言最后的一章，然后在最后一章当中会有第二十四节出来。第二十四节就是这个辛苦终于知道什么是支援他，这个辛苦知道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他的泪源，明白吗？就是譬如好像石安，石安现在我们塑造理解我们的心意，理解神对我们的爱，理解神要求我们做到的事，理解神给我们的方向，理解怎样跟从神的情况下，我们一人都没有偏差去拿到这些意象去奔跑，是来自哪里？是来自整个人类历史共同信息印证我们一人都没有偏差吗？明白吗？全个人类历史就算现在的科技的进步的程度，无论他们的胎精膜都帮助我们设计了这个石中剑、石安剑出来，是不是？即换句话讲，是不是全个人类历史发生的所有东西，他们科学的进步都成为我们一个泪源？即换句话讲，一个辛苦如果他找的泪源是一个错的泪源，他能不能够成为辛苦？不能够。一个真真正正辛苦塑造，就如我所讲，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全个人类历史要有六千年的累积呢？是因为没有这六千年的累积，有没有今天我们能够应用到的东西？为什么全人类历史要有六千年以上那么多的古文物？即因为有些古文物是超过一万二千年的嘛。为什么有六千年以上那么多的古文物去累积呢？因为去到今天我们才有足够的科技，让我们能够全面性理解所有古文物这些的记载，他们的方位，他们的历史，人家对他关于他的所有这些的估计嘛。是不是啊？原来去到今时今日才有这么多东西 available 给我们。就算去到今时今日，如果冇世上系冇互联网络嘅话咧，根本我哋都系冇办法去塑造到我哋噶嘛，系咪？起码我哋嘅信息都已经唔使讲啦，系咪？但系而家你要睇到，原来咧神唔系单单话哦，六千年前揾个辛苦，或者系五千年前揾个辛苦，佢其实利用全个人类历史六千年咧去累积咧，去到最尾咧去塑造呢个辛苦出嚟嘅。所以变咗简单嚟讲呢，而家当我哋不断去研究嘅时候呢，我哋越嚟越震惊，就係呢六千年里面人类嘅历史、古文物兼及人类嘅政治、人类嘅经济、
国度的兴衰和人类的建设全部都是去塑造这个辛苦，而并且他还要塑造一个有一个的谜，而这些一个有一个的谜每一次打开就为我们带来新的方向，为我们带来新的意象，新的种可以给我们杀，而杀了这些种我们又拥有了新的能力。譬如举个最实际的例子，最早期石安教会我们能够拥有这么多恩赐是来自因为不同以前，以前通常有个劲的聚会，你因为没有录音带，没成，没甚至连书都未出，那些人直接搭飞机远自于去到英国啊，去到美国去参与这些复兴聚会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当时连收音机都没有，是不是、他们有时还要飞机都没得搭的时候会搭船搭火车。你会看到在那个时代来讲，恩赐又好，教导又好，根本就没可能是好像现在那么丰富的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那时连录音带都没有，你听到多少篇信息？你搭飞机了，当你搭船了，或者搭火车去到那里，你在那里生存了一两年之后，你就回来自己本土了。那跟着之后怎样？他的信息你有没有听到？他的书籍你有没有？没有的，重要是讲一个人。但是现在你会看到关于圣经的教导，过去几百年里面很多这些的神迹，很多这些记载，甚至现在近代有 video 带可以给我们看见这些的神迹。这些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能够是很丰富地得到支援嘛。这个就是我讲的旅院，历史成为我们的旅院，历史成为我们的支援，成为我们的 support， 明白吗？而这个就是来自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跟这个旅院进行一个交流，但这个交流才是一个最疯狂的秘密。就是什么呢？是的，没错了，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些的祝福，有很多这些的东西是在这里，但是第一个正常人来讲，其实连吸收这些的支援，吸收这些的供应百分之一都吸收不到的。因为第一它太丰富，第二它太需要太可以说太强劲的智慧，太疯狂的成长才可以的。所以在过去历史当中，我们见到很多这些属灵伟人都是很片面的，他们的智慧知识很片面，他们的恩膏很片面，他们对圣经的解法很片面，是不是？但是怎样才可以跟这个旅院有一个真真正正好的交流呢？就是原来第二十四节所讲出我们要做到的事，就是说我们将得来的事我们拎翻出去，白白得来，白白舍去。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十四节，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，又将腰带卖与商家。夜月与星亮照，无言细数早这夜，无言解说分晓。神权能命光照，为我解困扰，解困惑萧条。神在我心，是光辉映照，领着我走，跨过浪潮。存活在世，现我心知道，全能神是何等重要。神啊，请人念，让我心知晓，千古计划，神愿被光耀。身处在时代末后，最终期待主光照。